到你家来。我呢，从三岁的时候开始练习钢琴，现在呢，在六年级的时候刚刚考过了这个圣三一学院的演奏文凭。现在呢，我正在准备的这个高级的演奏文凭。今天呢，我第一首歌会带给大家的是《天王的记》，这首是一首爵士乐的音乐，非常的活泼轻快，希望你们喜欢，谢谢。